camera control 到底有冇用？应该要点用呢？唔少人都话呢一粒掣咧好难用，所以好少去用佢。今集咧我会先评价一下佢，再分享一下点样更加活用呢一粒掣啊！仲有我自己嘅 setting 又系点呢？同大家咧簡單温下書先，呢一粒 camera control 啦，你可以想象佢成為 MacBook 嘅 trackpad 啊。佢嘅操作方式咧主要有三種，分別咧係 slide 輕輕咁按同埋重重咁樣按，咁然後咧就通過唔同嘅操作組合啦去實現唔同嘅功能噶。咁如果大家咧有機喺手嘅話咧，就可以跟住我試一次啦。目前嘅預設咧係喚醒咗熒幕之後，重按咧就會開咗個相機啦。咁喺設定入面咧，大家仲可以 set 做咧，去開 QR code scanner 啊、放大器啊，或者咧係 Instagram 之類支援第三方嘅 app， 或者咧唔開任何 app 都得嘅。如果咧大家驚誤觸嘅話咧，都可以 set 做 double click 先至去開 app， 之後咧就入相機睇下啦。咁如果你輕按一下咧，你就會 call 咗呢個界面出嚟 ，slide 咧就可以調整個設定。如果咧你輕按兩下咧，佢就會 call 個功能界面出嚟。咁目前啦就可以揀翻曝光、景深、變焦、相片風格等等嘅呢啲功能。再輕按多一下咧，就係選擇嗰個功能啦。咁基本嘅應用邏輯就係咁樣啦。就咁睇似乎有啲複雜嘅，但係只要咧上手玩翻幾分鐘咧，其實都駕馭到呢個 control 噶啦。咁 iPhone 嘅相機界面啦，其實都已經非常之簡單好用啊。所以咧就有人話呢一粒 camera control 咧係令簡單嘅操作複雜化。咁我自己都覺得咧係有麻煩位嘅，咁但係都有佢嘅用途嘅。咁樣咧我就分享一下啦，我係點樣用呢一粒 control 啦。所以咧無論買咗定係未買 iPhone 16系列嘅朋友咧，都俾個概念大家先。咁呢一個月用落嚟咧，我而家主要用佢嘅功能咧就係切換相片風格啊。咁因為咧其實 iPhone 嘅 zoom in 咧已經有一個好好用嘅 UI， 咁就係喺焦距度簡單咁樣拉一下啦。其實你單手都搞掂，好 smooth 添仲。所以咧就唔需要用到 control 啦。如果咧要轉相片風格嘅話咧，就係要撳右上角再 slide。咁對比起景深、曝光、補償等等咧，係多咗一個步驟噶。而今代全新嘅相片風格咧，使用頻率都比較高一啲啊。咁所以咧，我係咁樣 set 嘅，大家咧就可以用呢個概念咧去 set 翻自己嘅 camera control。咁如果我自己最常用嘅設定咧，就係本身 UI 咧係需要幾個步驟先至會做得到嘅。咁你就可以用呢個 camera control 去控制佢啦。咁如果大家已經入咗手嘅話咧，我都有少少 setting 嘅建議嘅。咁首先咧入相機 camera control， 熄咗 clean view。之後咧 ，call 個 UI 出嚟咧，就唔會冇曬其他按鍵噶啦。咁你就可以咧左右手咧同時做唔同嘅設定。咁如果唔 set 嘅話咧，就要等佢縮翻上去咧，先至可以做其他嘅設定噶啦。咁另外咧，如果大家驚唔小心開咗相機嘅話咧，就將觸發咧 set 做 double click 之後咧，再入去呢一個 accessibility。咁咧 camera control 咧，我都建議大家咧將嗰個按嗰個力度咧校翻強少少，咁就會相對咧冇咁容易誤觸到啦。咁到底呢一粒 camera control 咧有冇影響到我嘅攝影體驗呢？我由 iPhone 15 Pro Max 轉到16 Pro Max 嘅經驗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我用嘅呢一段時間咧，感覺就係多咗一粒掣，點都快咗少少咯。咁同 Sony 一樣咧，有少少似 Snap 相機嘅用法嘅，因為佢可以做到快速開相機，然後你嘅手指又唔使轉位，同一時間又影埋張相，咁速度上點都係快啲噶嘛。咁但係咧，我自己隻手指啦，同埋我手掌咧唔夠長唔夠大啊，所以打橫嘅時候咧，我覺得特別難用嘅，因為手指伸唔到過去啊嘛。咁而打橫嘅單手咧就更加難用啦。如果你單手嘅話咧，影嘅時候咧，因為你大力撳落去咧，佢就會成個手機挫一挫咁樣，咁就影唔到相啦。咁打直影咧就好少少嘅，我男同事就話咧，佢隻手咧打直用咧夠大咧就最啱位啦。另外咧，我就會覺得咧，佢令到你嘅手揸嗰個 handheld 嗰個姿勢變得好局限，因為其實咧佢都唔係完全移植咗揸相機嘅手勢落去 iPhone 度噶嘛。咁咧我就睇過某啲 review 話啦，佢自己咧都係攝影師嚟嘅，佢就覺得咧呢個粒掣同相機嗰個 dial 咧正正係相反咗方向啊。咁所以咧攝影師操作嘅時候咧會覺得唔係太習慣太順手咯。實際上，例如我影呢張相咁啊，如果用 iPhone 15 Pro Max 嘅話咧，我要用 Action Button 開相機啦，然後咧轉手咧用呢個音量或者係虛擬快門咧先至影到嘅。咁我其實都幾大機會咧影唔到呢一刻噶。而平時影相嚟計咧，我自己覺得佢重要性咧真心係唔高嘅。一來咧，相機界面本身已經係非常之唔錯啦，大部分嘅設定咧都係一兩步之內咧可以做到。咁就算咧我需要用 Camera Control 啦，我都要輕按一下再 slide 去轉啊。咁咧又真係咧唔係比我 touch mon 快好多咯。咁好啦，而當我唔係 snap 緊嗰陣時咧，咁我用多少少時間其實都唔係咁重要啦，變得佢最好嘅地方咧就係大部分設定咧我都可以一隻手指去做曬。咁以現階段嚟講啦，呢一粒 control 啦，可能只係咧有 snap 需求嘅用家咧先至會覺得比較實用一啲啦。另外咧唔係好明白啊，佢
唔知點解錄影咧，要好似影 IG story 咁樣咧，撳實佢先至會一路影。你一放手咧，佢就停噶啦。但係我又唔係覺得呢樣嘢咧係方便咗你拍攝咯。咁我自己咧就幾期待 Apple 咧係會開放幾大嘅權限俾第三方 app 去用，去賦予呢一粒 control 咧有更加多嘅可能性喺入面啊！即係好似會唔會係 Black Magic 可以快速切換 FPS 咧？咁我就隨時咧可以喺60同埋120之間度切換啦。咁坦白講啊，目前咧 Camera Control 咧提供到嘅功能咧，絕對未係一個吸引到人換機嘅誘因嚟嘅。咁你貪新鮮啊、好奇心就另計啦嚇。咁暫時知道有未實現嘅咧，就係呢一個 control。同樣是 Visual Intelligence 的入口來的。咁以防大家唔記得咗啦 ，Visual Intelligence 咧係可以透過 AI 分析，咁相機咧影到任何嘅事物咧，都係可以顯示到更加多嘅資訊俾大家睇到嘅。例如咧，我影間餐廳就會顯示埋餐廳資訊啦，你仲可以落埋 booking 添。咁影海報咧就顯示埋詳細嘅演出資訊等等。咁我好奇嘅咧就係、除咗 Camera Control 咧，佢仲有冇其他咧可以觸發到 Visual Intelligence 嘅方法咧？咁今次咧 iPhone 16全系列咧係 Build for AI from the ground up。咁都有呢個 control， 但係 iPhone 15 Pro 啦，或者係 M 系列 CPU 嘅 iPad 啦，都支援到 AI 嘅喎。咁佢哋又點樣觸發呢個 visual 嘅 intelligence 咧？例如會唔會係 double click 電源掣咧？咁如果咁樣都做到嘅話，Camera control 嘅特性同埋重要性喺某程度上系咪都減少咗咧？因為咧佢仲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啦，令到佢有好多可能性啊。但系咧亦都系因為 Apple 咧已經一早將佢定義咗做 camera control 啦，咁所以咧其實佢點變咧都只係一個相機嘅開關。咁呢一刻嚟講咧 ，camera control 咧我都會覺得係一個比較雞肋嘅功能嚟噶。咁所以咧，我覺得不如咧就將呢個功能咧當係 Apple 今年送俾大家嘅功能比較好啲啦。買咗新 iPhone 咧，好多嘢都要 follow up 啦，或者重新適應過啦。咁啱想換新配件，又唔想左撲右撲煩惱嘅話咧，你就可以考慮入手美國品牌 SEC iPhone 16 Pro Max 嘅電話殼啦。佢就係用咗呢個石墨烯嘅物料，咁除咗咧好堅硬之外啦，呢種物料嘅散熱能力咧更加係有效去保持電池壽命噶。咁就令到佢本身嘅使用壽命都可以長啲啦。仲有 Mophie 嘅 Essential 35W 氮化加火牛。咁用咗氮化镓嘅半導體嚟製造嘅插電器咧，最大嘅優點咧就係發熱量會更加少啊，而喺比較少嘅發熱量咧，亦即係代表住零件之間嘅距離咧可以更加之近啦。咁插電器嘅體積咧都可以變得比以往更加細只。你睇下同 Apple 自己嗰只拍埋一齊嚟睇嘅話咧，都真係幾細只㗎。同一時間又可以保留所有充電功能啦，並且符合安全標準。咁而 Mophie 呢個名咧應該唔陌生噶啦，因為除咗咧佢自己本身有十多年歷史之外啦，主要就係咧喺 Apple Store 都會見到嘅，係 Apple 認可嘅產品之一。咁亦都可以插到 iPhone 啦、MacBook 啦同埋 AirPods 等等嘅。除咗有頭先提及嘅嗰兩款產品之外咧，仲會有 SEC 嘅 iPhone 16 Pro Max 嘅熒幕保護貼啦 ，Mophie 嘅 C2C60W 插電線。同埋咧，行動電源有10,000mAh 噶。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去到資訊欄睇詳細資料。咁另外提提大家啦，而家喺 Price 度買咧，仲有折扣添。咁全店咧購物滿200蚊就有85折，優惠期咧係去到2024年10月31日噶，記得要買呢個優惠碼啦。好啦，咁講開影相啦，都想順便講埋今代嘅相片風格。咁首先今次嘅相片風格咧，終於唔係 burn in 喺張相入面啦。咁而無論係前期揀啲咩風格都好啦，你後期都可以隨時切換調校啦。咁所以你係好放心狂影都得㗎啦。咁其次咧就係今次咧分為針對呢一個膚色嘅 undertone 啦，以及咧成張相嘅 mood 啊。咁最近 Instagram 同 Threads 咧都洗緊版㗎啦 ，undertone 咧可以話係幫 iPhone 咧洗呢一個自拍照鏡嘅污名啊。咁我個人咧推介咧，想要冷。冷色，但系又带啲血色嘅话咧，你就拣 cool rose； 想要暖色嘅话咧，就拣 rose gold。咁再睇翻 standard 咧，真系搞唔掂。我妈叫我咧唔好再用 standard 帮佢影相啊。咁 tone color 同埋 palette mood 都推介一下啦。dramatic 咧好接近 Fuji film 嘅 classic negative， 轻轻拉低个 palette， 等佢唔好太偏蓝咧，我就觉得已经好靓啦。stark black and white 咧对比度超高，影完张相咧 tone 亦都冇乜 feel 嘅话咧，就试下佢啦，可能会有惊喜噶。咁提提大家啦，以上呢啲 tone and mood 咧，影 HEIF 咧系用到嘅，但系咧影 raw 1200或者系 raw 最高咧都系冇得用嘅，就算你事后影完啦，
你都係得舊嘅濾鏡啦，可以拍上去嘅啫。最後講多少少 iOS 18.1 咧新增嘅 cleanup 功能啊，其實咧佢係直接整合咗喺呢個相片編輯入面嘅。咁咧你都可以放心嘅係咧，成個 AI 模型啦喺個機入面運行啦，咁所以你就唔使驚張相咧俾人 upload 咗上去唔知邊度啦。咁我個人覺得咧 cleanup 嘅效果係唔錯嘅，我最中意嘅咧就係佢會自動建議清除嘅主體啊，例如咧張相有明顯嘅主角嘅話咧，其他嘅車啊路人啊佢已經預先幫你 highlight 咗噶啦。咁不過咧我用嘅時候咧，有時你咁clean up 嗰個掣嗰一下咧，佢係會撈一撈噶。我估計咧，佢係要分析一下你張相咧有啲咩係主體，有啲咩要 delete 啦。咁你之後先可以繼續用咯。咁實際效果嘅話咧，咁如果嗰嚿嘢咧越細啦，佢梗係清除得越好啦。因為嗰個背景複雜度都會有影響噶嘛。咁所以咧，你就唔好期望咧，你好大嚿咧，例如成個人全身咁樣清走咗咧，佢都可以完美 100% 填補到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如果 po 下 IG 相啊、打卡啊，都好夠用噶啦。另外佢仲有一個 bonus 嘅功能，可以清暗瘡啊，超級方便。今年咧 iPhone 16 Pro 咧升級嘅重點圍繞住影像相關啊，除咗 camera control， 其實攝影風格咧都係一個幾大嘅升級。我自己咧就中意後者多啲啦。大家又中意今代邊個嘅影像方面嘅升級呢？留言討論一下，所有留言我都會睇噶。我哋下次再見啦～